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时时常行菩萨道。持戒可以超越不堕落三恶道而直趋人天道，持戒可以超越三界六道有漏轮回而毕竟登上正觉彼岸，五圣运载戒为轴匣，万善克备戒为基本。各位于阿弥陀佛加持日十斋日，今天受八关斋戒可以消除罪业九十劫，而且今天所做功德变成一千万倍。我们利用今天来读诵地藏经，感谢地藏王菩萨对我们的加持，也提早来恭贺地藏菩萨的圣诞日。所以今天来临此地求受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名体，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翻过来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意，为禁闭八事不犯故。因为这八条不犯，把地狱轨道畜生道的门也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堕落三恶道。斋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那么进一步说，这个斋今天心要符合两种心态。第一种心态就是一种出离心，像阿罗汉一样内心没有贪嗔痴为斋体。那第二种正确的发心是以这种世间的福报阿罗汉的出离心为基础，而发起地藏王菩萨的心，乃至发起阿弥陀佛的心。我们要保持地藏菩萨的大菩提心，保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这种心态为圆满的斋体。所以八事铸成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事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最重要了，今天的功德以身业起，则无杀盗淫种种秽恶业。所以今天的身体的行为
保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二染等等，而且利用身体来拜佛、做义工、奉献，口业起则无诸过失。今天我们嘴巴绝对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用我们的嘴巴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等等。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有烦恼生口业就会造业，造业就会有漏生死。所以今天内心保持在无烦恼的、无贪嗔痴的状态，而种下解脱的因缘。今天的内心发起了一个愿成佛的菩提心，对众生如父母的大悲心，安住在无分别、了解真相空性的智慧。那我们也让自己的生命种下成佛的因。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以六念尽其志意为第一，念佛慈悲导师。学佛的人必须被佛陀的心态人格感动啊，这个叫念佛。并不是说很多人念佛是很好，但是念佛他是依靠佛，他说希望我去极乐世界，佛加持我，但是自己不想修行啊。所以我想佛的他力100%，但是呢佛的他力是为了帮助你，我们叫自力啊，对佛有信心，学佛的慈悲与智慧。那这样呢，我想孝顺父母最好的方法是让父母放心啊，按照父母乃至师长所交代的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被佛的这种慈悲与智慧感动，就像地藏王菩萨，所以被佛的这种相好庄严慈悲感动而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把佛的悲愿实践他在利益所有众生，而且把众生都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将他来学佛。就像阿弥陀佛做国王的时候被四自在王感动而发愿成就佛的果位，所以来帮助所有众生，因而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慈悲的方法来接引众生成佛的方法。所以要意念所有佛度众生的方法来学习啊。第二个念法，那每一个佛因为了解真相，乃至呢透过修行的方法而成佛。所以简单的说，各位看《心经》《地藏经》《普门品》《阿弥陀经》《般若经》，那这些经典才是佛陀的生命，按照这经典去修行，皈依受戒，发出离心，有慈悲心，愿成佛的菩提心，广修波罗蜜，那最后成佛了。那我们就把经典当成佛的地图，所以去帮助众生去圆满成佛，去圆满空性。第三，念身人天福田，那身是一种实践，身且按照佛陀的教法，就像各位看得到外表这些出家人按照佛陀的教法舍离世间的金钱欲望感情各种的占有，和出家修苦行，对自己呢保持出离心，没有贪嗔痴，对众生保持如佛的大悲心啊，愿这些轮回有情都能够往生净土，将来成佛。就像我们看到海边，我们的修行人看到海边不是是欣赏大海，是赶快要把那个陆地上要被杀的鱼赶快给它放下去啊，要去救它，甚至希望海里面的海中孤魂啊，溺死在海里面的，乃至被海里面捕杀的鱼，乃至海难而死亡的海中动物，这些亡魂可以超度，也希望海中这些物命南无宝济如来能够消业升天，更希望海龙王欢喜啊，所以能够让国泰民安、民安乐等等。所以这个身且要按照佛陀的教法，按照然后去用他的生命去实践，成为人天福田。我想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也叫人天福田，为什么？今天各位如果老实持戒
天上的天神永远跟在你后面，你脚上的一滴水一滴沙一点点沙，他就给你拿起来供回天上。因为持戒可以让天人更升更高的天，所以农历七月份到处在供佛斋僧，因为连天上的天神如果来供养清净修行的出家人，他还可以升更高的天。所以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那么这些天神都有他心通，世间的鬼神也有少部分的他心通，得众鬼神亲啊。所以人在走天在看，连鬼嘛在看，完全在做鬼看给你金金看，所以你不能混的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生病啊？因为你起心动念冤亲债主啊，我就找到机会报你仇了啊。冤亲债主他就是希望找机会讨债，那什么时候讨债？那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他侵入的地方。所以你起心动念，冤亲债主又知道你哪里酸哪里痛，他就会一直攻击你那个地方啊。所以就像一个拳击打拳击的人，对方已经右眼流血了，他就一直打对方同一个部位，让他赶快倒下去。所以冤亲债主会趁着你起心动念一直攻击你的业力弱点的地方，你腰不好他天天从你腰下手啊，你膝盖不好他从你膝盖下手，你心脏不好他赶快制造一个心肌梗塞，那你呢被拖下地狱来报仇。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正念正行，让天人那世间人。所以修行如何影响别人修行，那就是你这个人有道德啊，内外如一，那别人就会跟你修行啊。就像出家人要修到有人要护持你，有人要跟你出家，在家人也一样，你修得很好，出比给别看到你修行很好，哎，他想要跟你学，那你就有福报带他来受八关斋戒了，带他去做善事了。所以这个僧伽代表一种把佛的教法慈悲与智慧真正实践在当下的生命，就像我们今天受八关斋戒，乃至各位受菩萨戒，乃至各位出家，都成为人天福田。第四，念天长寿安乐。佛陀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念天不念现在的福报，你现在做皇帝赚钱呢？因为八关斋戒是属于解脱的修行，这个解脱的修行他就告诉你世间是如幻如化，四大苦空无我，国土为脆。就像现在巴西热带雨林大火灾，这个很正常，这个世间水灾火灾地震，这个世间叫娑婆世界，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臭皮囊时时刻刻那边酸那边痛，所以不断的在生老病死的过程，吃太凉也不行，吃太热也不行，吃太冰也不行，睡不饱也不好，时时刻刻在变化的状态。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大家至少舍弃世间，能够升天吧，乃至由愿意离苦升天而发起的大乘的心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菩萨净土，乃至往生都算内愿，能够发起菩提心的天道。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享受世间的快乐，世间的快乐啊，那更是更大的痛苦。因为昨天我跟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吃饭因为他们带他们过来了，90多岁了。但是我也跟老人说，你一辈子这么努力啊，很有钱了，但是呢，担心儿子，担心孙子，担心身体，什么都担心，夫妻也摇头合不来啊，在一起那么久了，谁不知道对方的缺点了啊？但是问题就改变不了对方。这个世间虽然拥有一切，这么努力的生命，读书读到博士，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赚了很多钱，那基本上生命还是不安定的，痛苦的。所以佛陀说，如果你要享受世间的福报，你还不如升天。天有28层天，最低的一层天寿命就900万年，各位算算看，900万，
啊，我们人间你能够活100岁都不生病就不错了，但是最基本的天900万年不用上厕所，不用生病，啊，不用为衣服麻烦，没有嫉妒心。所以第二层天，忉利天，玉皇大帝3600万年。第三层天再乘以4倍，第四层天就变成56亿7000万年。第五、第六，到了第七层天，上帝的天，那没办法算了，几百亿年啊！而且上帝的天多清净啊，没有男女的欲望，连吃的欲望都没有，所以叫色界天，庄严清净的身心的世界啊。色界天有18层天。啊，最高的无色界天，连这个肉体啊、世间的都没有了，就保持在甚深的禅定的状态。就像各位打坐的时候，哇，打坐到入定啊，忘了身心，忘了世界，心安住在那种啊心事的平静，这种状态，最高的可以达到80000大劫的生命这么长。所以各位经常去意念的世间人，虽然我们佛教讲出离心，但是这个世间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快乐，身跟心的快乐，就像走到海边逛逛街，那就是希望哎呀心很开阔啊，晒晒太阳，吹吹海风啊，忘掉世俗的压力啊，享受自然。这个就有一点像色界天啊，因为他没有到海边，他没有吃的欲望啊，所以他只想享受自然的美啊，啊！但是如果他到海边还要牵一个女朋友，那可能就是欲界天吧，啊！因为他没有女朋友、男朋友陪他逛大海，那有就像要跳海一样嘛，啊！那是心情不好，那不一样了。所以我要讲这个，各位你要一直分析自己的心态，到底我的心态在想什么，啊，在想什么？那。如果你对某一个东西一直想抓住不放，对你来讲伤害很大，因为这种心的欲望就造成身心的不协调。所以最近有一个女生吃素啊，做了很多功德，她是得到子宫癌啊，还有很多问题。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子宫寒呢，这宫寒就是因为她冷酷，自己以为自己对，但是他心里还有一些欲望，因为他在追求一种最美的，就像有些人我要移民到最贵的地方，风景最好的地方，他还是有他的贪着执着，所以就会造成他身心不协调。所以我想一切唯心造，身体也好，世界也好，都是我们的心造成的。所以当然各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的心态在哪里，但是我们大乘佛教，我们的心呢要怎么样？来，一心念佛，愿生净土，体证空性，不退大悲，回向娑婆，倒驾慈航，普度父母众生，同生净土，同成佛道。每天各位都在念这个啊，发菩提心。那你要把你自己的心定在阿弥陀佛的心，地藏菩萨的本愿，观音菩萨的大悲啊，弥勒菩萨的大慈都可以，这个叫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以佛菩萨为榜样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所以达到一个圆满的状态。可能我们的身体是残缺的，生病了，穷得要命，但是我们的心呢是高贵的啊。所以大乘佛教修的是这个道心，道心就解脱道的出离心和菩萨道的菩提心，而对世间的不恋见，随缘。念一下，道心中有一时，一时中无道心啊。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愿啊，不要为了钱，为了现实利益。当然我们可以利用啊，利用哦，你现在你是个医生，你是个老师，你是个官员，那我利用这个无所求的去接触帮助更多人了解佛法，那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自己还有一点执着，那这样呢心里就乱了，就有压力了啊。
所以今天各位来守袍安斋戒，内心没有压力，只有愿力，那才可以。修行人没有压力可以，压力就是你怕啊，一个女人结婚了，怕老公有外遇，怕自己身材变了啊，做老板了怕自己亏钱了啊，做公务员了哎呀怕自己下台了啊，那都有一个畏惧啊，就像凡夫怕我老了，怕了病了，就是怕老怕病怕死怕没有用。现在努力修行，修行不是挂念主角，修行修行是你心里面啊，保持在真理的状态。所以阿底峡尊者讲了修行的八个字非常好，念一下：放下世俗，发菩提心；放下世间，发菩提心。啊，这一点要把它背下来。这个世间就是家庭啊、感情啊、欲望啊、地位啊，放下不是放弃，利用你这个世俗的身体啊来拜佛，利用你世俗的钱呢、啊、上供下施啊，所以呢，利用你世间的关系呢、啊、来磨练忍辱，修空性，修慈悲，发的是什么？带着世间，带着所有人们成佛了，叫发菩提心。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但不执着世间的一切。就像你结婚了，你不结婚，你不执着男女的感情。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把你的夫妻的关系成为对方学佛的助缘，把阿弥陀佛的心灌到你心里面去啊。但是你不是讨厌他打麻将啊、这是他有他的因缘，改变他啊、那么痛苦，还不如慢慢感化他。而不是跟他对立啊，离世求菩提，你离开这个世间要去追求成佛，那也不可能。那这个世间法是让你看透它的真相，所以说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但是做金钱的主人，就这个意思了。不要做感情的奴隶，放下感情，做感情的主人，变成慈悲。这个叫放下世俗，发菩提心。所以我想把世俗的一切都改成一个庄严，但是离开了世间法，那你可以不执着，但是利用这个东西。我是个医生，我就由医疗病人来度对方啊。就像我一次去纽约，牙齿痛得要命，那个医生说：“师父，赶快念佛。”我说：“为什么？因为会很痛了。”我怎么念呢？啊，他说：“对，就是这样痛，师父你才会念佛这样的。”他强迫你痛啊，他这个真的是修苦行了。我去荷兰就去看就不一样了，那位医生就跟我边唱歌，没事，咔咔咔咔，没事啊，他就是你连紧张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没事。方法不一样，中国人就让你紧张的要命，阿弥陀佛，听下了会痛了。西方人让你轻松的要命，嘣，不痛了啊。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看别人的方法，这是个性的问题，个性的问题啊。虽然佛教讲苦，那这个苦你也不要太紧张，这个苦世间的苦可以拿来转化一切啊。如果你认为有一个苦在对立，那你最多是中品往生。所以这个苦，你只要有这个苦去看到它的真相，苦也是乐，贪嗔痴的本体都是大乐智慧的来源。这就是西方人，我觉得西方人那个荷兰医生虽然没学佛，但是他把苦转为乐。结果在纽约看不好，说要拔掉。我在荷兰呢，不用拔掉，重新制造一颗新牙齿就好了。啊，拔掉是解脱道啊。你用旧的本来要拔掉，转成一个新的牙齿，哎，这个人家荷兰人没学佛还不错呢。啊，他把佛法方法改变了。所以下回跟我坐飞机去荷兰看医生好了。你到哪里他就有一个拔掉啊、把你干掉。所以那这样以后那是一种对立的。所以般若心经讲无苦集灭道，无苦不是苦集灭道明明在，但是苦集灭道的本体是空性，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你也不用去消灭，本来就没有无明，也不用去消灭无明。为什么？因为无明的本体本来就是空性。这个叫什么？念一下：放下世俗，放
发菩提心。啊，这个世俗的本体是空性，利用世俗的金钱、爱情、权力、地位去引导别人，那变成菩提心了。这个叫转化，转化。你各位要懂得利用这个，好不好啊？就像我现在拿着麦克风，我都觉得自己像胡瓜，对不对？要讲话给各位笑啊、听啊，所以然后呢就不会打瞌睡。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佛法的道理，对不对？但是我不是为了钱哦，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学佛快不快乐？所以意思是说，要在世间里面不执着世间，利用世间来修行。大乘佛教离世求菩提，观音菩萨如果不到娑婆世界怎么成佛呢？地藏菩萨不到地狱怎么叫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舍弃地狱。所以我们经常喜欢在监狱里面办八关斋戒啊，我这里面正好闭关。他们问我说，师父受戒要受多久？我就问他，你判刑多久？三年。那你受三年，三年都在监狱里面守八关斋戒啊，念佛吃素啊，羡慕啊，国家包你吃包你喝包你睡啊，啊，所以如果你善用了监狱的因缘来为自己修出离心啊，监狱里面你还成为菩萨了啊，这个犯罪反而成为你菩萨道的助缘，而不是舍弃，而是说我一定要脱离监狱才可以修行，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各位今天我们也是在监狱啊，三界如监狱，三界如火宅。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纷纷扰扰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纷纷扰扰痛苦你懂得用它来修行可以转化它，你越骂我，哎呦，我越能够修忍辱，越能够断我执，越能够升起悲心啊！啊，所以呢你要转化一切，就像各位美女啊，如果有人看你的时候偷看你，你马上摇身一变，嘿，四倍观音对方看到你还升起菩提心呢，你不要说哎哎哎，看我的身材不错啊，那你完蛋了，你变罗刹了，就看你怎么想啊。如果你懂得转化，转化那不但不会看不起对方，你对对方也在慈悲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被砍被杀的时候，他想法是我如何帮助众生啊？因为你有佛性，你却不知道。那我们是要告诉你，你可以成佛的，你可以成佛的。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具足的话，社会无灾无难，了不了解啊？所以这个叫业感，各位永远记住啊，灾难冤亲债主随时在你上面，起心动念让冤亲债主攻上你，还是让冤亲债主转化它成为护法，看你的心态啊。一切为心造，如果你转凡心为佛心，哇，这个冤亲债主也成佛。如果你把佛性忘了而用贪嗔痴，冤亲债主变鬼这样。所以鬼或是魔在你一念间，老实说今天晚上你睡的房间有鬼，那如果你用菩提心给他念佛，这个鬼会不会成佛？他一定成佛，因为你给他念佛他就去极乐世界，他成佛啊。如果你进房间新的房间，这个地基主跑来看看你，你吼哦鬼、地基主呢他只来看看你这边是什么新客人，结果地基主也变鬼，你马好啊给你扒了啊，然后呢你就说、哦、有鬼有鬼，这个鬼不鬼在你心里啊。你讲万法唯心造，心造鬼道，心造天神，心造地狱，心造净土，看你的心用什么。所以这个叫心态。但是如果就像人家问我说，师父结婚那么久都不会怀孕怎么办啊？两个动机，你生小孩要干嘛？人家有小孩我也有小孩啊，贪心不会怀孕啊，因为谁要投胎在一个贪心的家庭呢？除非他欠你或是你欠他债啊。但是呢如果你生小孩说我要生一个菩萨，生一个免费的医生，生一个为国家为世界服务的人，不，他马上跑来投胎，谁也要这种妈妈。重点在这边啊，比如说你到美国移民，师父我每次去考试拿不到护照，你到美国移民干嘛？因为我
我儿子在这边，那我想在这边赚钱，这边房子不错，那贪心拿不到护照，你对美国这个土地有没有贡献？但是如果你来美国说，哎呀，这个美国游民那么多啊，孤魂野鬼没人超度啊，蒙阿波啊没人超度啊，我要来美国为他们念佛，那空马上就拿护照，因为你对美国有奉献。所以我想各位，一切唯心造，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动机。同样各位今天来参加八关斋戒，为什么要来参加八关斋戒？哦，因为我要为我爸爸妈妈超度，哎，可以，这个叫世俗心态，还是可以啊。他说我今天来参加八关斋戒，为了我的解脱生死，哦，这个叫解脱心态，也可以。但是最伟大的心态，我今天来受八关斋戒，为了所有地球的人类找得离苦得乐。所以我想，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整个法界整个世界，愿所有地狱道恶鬼道都能够离苦，所以我来受八关斋戒，我把六道众生都当作我的爸爸妈妈，那就是地藏本愿啊！以这种菩提愿来受八关斋戒，那不得了了，一天一夜八关斋戒得到什么福报？念一下，200万劫富贵自在。那你这个200万劫富贵自在，不是为了你，更把这个功德回向所有众生，得到200万劫的富贵自在，愿他们将来都成佛。那你这样就不得了了啊！以解脱的心态60小劫，以世俗的心态希望爸爸妈妈超度，希望自己消病苦20小劫的富贵，以菩提心那就变成200万劫。这个劫不是小劫，可能是中劫或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这么说，我希望各位每天到市场都在买东西，当你把钱交给老板，老板把货品交给你的时候，你要想说愿家家户户老板做生意都赚钱，这样啊，愿这些货品，像我们进商店，这些货品帮他念念咒，有肉了把它超度超度，愿众生吃到这些食物都是如甘露一样。你买的时候，你付钱的时候，都要用一个好的动机啊，而不是说你出多少钱，动心态决定一切啊。所以我想各位上高速公路，当愿所有车子平平安安，希望每一部车子都要赶着去受八关斋戒，不是去打麻将的。当愿众生开车平安入菩提道，大家开高速公路，因为你用这个好的动机去祝福每一个开车的人跟车上的人啊。所以我想晒到太阳，当愿佛光普照；下到雨，当愿片下甘露，好不好啊？你去厕所念一下，当愿众生去贪嗔痴捐除罪法，透过你的大小便把所有众生的贪嗔痴的恶业排掉了，你看大小便有没有做功德啊？那动机。所以各位，我想学佛就要告诉你，眼睛耳朵鼻子无眼耳鼻舌身意，不执着，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眼睛看得如众观音菩萨的眼睛，愿众生见被我看到 Om Mani Padme Hum 都消业障，都发菩提心，听到我声音啊，还是我听到你声音，看到我形象，你要把你自己转化。所以大乘佛教的修行精髓在什么地方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我们走在路上变成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身口意每一个毛细孔放出阿弥陀佛净土的光，所以当我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变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每一个在这个地方的友情都变成莲花上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把世界变净土，把众生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这叫一心念佛啊！你自己也如此，地方也如此，对方也如此，那这样在念佛。就像我们下午要诵地藏经，那希望所有众生发起地藏本愿，之所以能够超度父母，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你发起地藏菩萨的本愿，这样去实践，那你的累劫累世父母一定
升天去净土。为什么？因为你发的愿是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六道众生都脱离轮回，六道众生都成佛，我乃成佛。这是超度父母最直接的方法，不是为父母而父母，但是为了父母发起地藏菩萨的本愿，所以你父母不得不升天到净土。所以但是你不断的在实践，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基本。后面这三尊来念一下：西方三圣当愿众生愿生净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放在西方三圣？希望刚刚讲了，愿众生都发愿往生净土。为什么要往生净土？往生发愿往生净土者必定成佛，必定成佛。那既然发了愿，那更要发菩提心，可以上品上身，快速成佛，来成就阿弥陀佛。不是一种专利，阿弥陀佛说希望每个众生将来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比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净土，比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名号，以阿弥陀佛最更简单的方法去度众生。阿弥陀佛的度众生，要众生念我一念乃至十念，我让他离苦得乐。那你现在精进修行，你要发这个愿，来愿见我得解脱，愿想到我得解脱啊，愿念到我得解脱。无论如何，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融入在你身心里面啊。然后呢，就像有一次有一位隐歌星啊，还问我谈修行的事情。我说啊，你现在这么出名了、啊、大家都在看你啊，因为她是个女生呢、啊，那你也不得不穿得很漂亮，甚至性感啊。但是你要转化它啊，就是说每个人看到你的脸啊、身材啊、外表啊、听到你唱歌啊，马上就看到观音菩萨。你要把自己想成我是观音菩萨的庄严，让众生见我得观音菩萨的加持。那你这个表演的动机呢啊，是一个善，是一个善业，而不是说希望对方欣赏我的身材呀、啊，啊，看我的腰那么细呀、啊，啊，然后呢，那你对你来讲你会很苦，为什么？你能又迷惑人间，啊，因为你越高贵越漂亮，越让别人羡慕与嫉妒，就会伤害你，啊，越迷惑那些好色的男人，那更会伤害你，所以你要转念。记住这个转念，但是社会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穿这样，但是你要转念啊。所以各位，我们不能看外表啊，谁也不能去批评谁，但是我们只能看心态，我的心态啊。那这个叫修行的重点，来保持正念，放下世间，发菩提心啊。虽然我们你是个漂亮的美女歌星，但是我穿了这样为了工作，但是我不执着它，我是为了让众生看到我、见我。念一下：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见到你，看到你，就像他们选举一定要贴自己的海报啊，挂自己的相片啊，拍一张最好的啊。那你选的人你要转念头。那他虽然没有转念头，哥要我们转念头。只要看到他任何选举人的相片，卖，我这两天还看到，原来我以为最近要搞选举，不是的，连卖房子的都要贴相片啊！啊，这个专员他都要贴相片，但是你要把他们的相片都观想，哇，他是观音菩萨，他在推广净土了，那个房子就是净土，眼进去得解脱，你要去转化它，那你就时时刻刻在保持一个很好的念头。所以念下来，念头决定命运。对啦，如果你的念头，哎呀，那个人好名，哎呀，那个人好色，千万不要批评啊！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杂染的，如果你要去批评这个世间的不圆满，就像你在批评政府一样啊，你在批评这些世界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路边在选举，我记得十多年前，我那时候也出家了，我也站在那边听啊，师父你也听这个，你在搞选举。你看选举人这么认真，我们出家人要拿个麦克风在路边喊呢、啊，还摇旗呐喊，所以我就开始做经幡了，你知道吧？对，要摇旗呐喊啊、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呢，我没有在听他内容。我想，哇，这个人在背《阿弥陀经》背得这么熟啊，
底下人听得这么专心呢、啊？啊，你要去转化他，因为转化他，你用佛的心去转化他，那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在你阿弥陀经的功德，因为你去转化他。所以佛经说，有人骂你，念一下南无自具如来。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声音转为佛的声音，叫自具如来。啊，所以就像弥勒日巴说的，有人拿石头泥巴丢你，哎呀，正好给他拿来做肥料啊，拿来盖房子，还谢谢对方呢，就是要这样。你要转化对方，让对方积功德，而不是说，哎，你怎么用石头丢我？你怎么用泥巴弄我？对不对？你丢我大便，哎呦，哇，这个肥料好哎！啊，你要把所有的境界当作你修行的助缘。所以我当然我讲了那么多，我是告诉各位，守八关斋戒不是单纯的不要不要不要，而是要升起了一个地藏的本愿，恒河沙定。什么叫恒河沙？这个世界有恒河沙的众生。什么叫定？大悲无量定。我地藏菩萨决心救度恒河沙父母众生都成佛，这个叫恒河沙定。所以地藏菩萨每天早上睡醒，他要去观所有世间所有的苦，不分宗教，不管你是皇帝或者妓女，不管你是天神或是受刑人，对他来讲都是他修大悲不退转悲愿的对象。所以恒河沙代表无量无边众生，这一点我发觉很多人很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在观想阿弥陀佛，当然是可以，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时候是观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观完以后转为四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在干嘛？把极乐世界带到娑婆，带到地狱，带到恶鬼道，让所有凡夫都变成阿弥陀佛的清净身。所以一只猫一只狗，一个鬼一个好人一个坏人，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叫恒河沙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要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停止的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是把所有有佛性的众生都转为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说，你只要相信我，愿生我，投在极乐世界就跟我阿弥陀佛平等庄严，势必将来100%成佛。所以念阿弥陀佛要这样转化一切啊，就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说话，我不是看到各位的错，我想法是我看到各位成佛的形象，所以来讲出成佛的方法跟快乐，那大家就朝这条路走，放下世俗。但是这个身体是世俗，不只让我们这个身体变成一种庄严来守八关斋戒，我们的心来保持六念法，保持菩提心，那是可以转的，放下世俗发菩提心，那这样八关斋戒什么时候都可以守。那么你只要找到这个方法，大乘佛教是天天在八关斋戒，因为大乘佛教是不离出离心的修行，在深信因果，不离出离心去了解空性，去培养大悲菩提心，那是24小时的啊，而不是哪一天休息的。菩萨戒是敬未来即不得守戒的，所以各位大部分人都受菩萨戒，但是虽然讲菩萨戒，你要拉回八关斋戒这种修行，但是用菩提心来修，就保持正念，敬佛陀住，这个叫念佛念法念身啊。所以这个念天，那站在八关斋不是为了自己，愿众生离苦升天，就像盂兰盆经，愿七世父母离苦升天啊，乃至往生净土。念戒哦，那我清净的守戒，当愿众生身口意也守三昧耶戒。念施，愿为所有众生持戒啊，愿众生愿得财富得财富，愿长寿得长寿，愿健康得健康。所以凡是这个世间他们身心上一切为他们，因为大乘佛教的念是保持一念众生苦，那为什么念众生苦？因为这是佛的心啊，念佛念心，佛念什么？佛念众生。所以愿众生都保持六念法，你为了让众生保持六念法，你自己更要保持六念法，永远记住啊！你愿众生专心，那你要专心；你愿众生慈悲，那你要更有慈悲心。那我们为了要达到更有慈悲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让我恢复地藏菩萨，我才可以让众生保持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所以这个六念法是为了众生，让众生都保持六念法。所以不但如此，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所以佛教里面的大乘修行是讲心佛众生尚无差别，不是光你自己啊。佛以佛的身口意为榜样来改转化你自己，以转化你自己又把佛的身口意透过你的清净去转化对方。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念地藏经，虽然我们不是地藏菩萨，但是别人就可以透过我们诵地藏经或地藏菩萨的名号而得到地藏王菩萨的转化或加持。所以我想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相好庄严入你的心，因为你有信心有愿力，然后透过你也去转化这个世界为净土，透过你也去转化众生成为阿弥陀佛。各位永远记住这个，念一下来，成佛的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大悲心，靠着清净平等的空性，以成佛的菩提心转化自己，转化众生啊！所以念佛念法念身，念佛念法念身，嗡啊吽啊，吸气嗡，诸佛菩萨啊，安住在无分别的空性吽，那么转化了对方。我想妈妈把这个食物咬在嘴巴咬烂烂的，不是她要吃，她要咬烂烂的，温度比较低给婴儿吃啊。所以我们把佛念佛是把佛的力量转化你自己，然后透过你自己的悲心而转化了众生，包括我们守八万斋戒也是如此。所以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为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第三，男女之间全断淫欲；乃至第八，离非时时，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往生净土之正因，解脱生老病死轮回痛苦之根本。医院里面多少人正在开刀啊，受苦啊！所以各位讲，我要精进的守八万斋戒。我必须强调一点：当你妈妈或最爱的人正在急诊处生病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急，不能慌。那个时候，保持正念，平静，认真的修菩提心，回向给他。啊，如果妈妈没有这么病，你就不会保持正念。所以为了要让妈妈的病众生的病快一点离开，你一定要保持正念，你不是保持正念就没办法。但是一般人是用这种急躁的心来念佛，怎么办怎么办，急躁的心来诵八万斋戒，这样你这个就是因为佛光圆满，你镜子越乱，你这个水越波纹越多，力量就没有。就是为了要帮助对方，你更要平静，那你才可以把佛光100%的折射出去，这样了解吗？所以八万斋戒的这种圆满的心态清净，然后再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然后呢去反射去供养给众生。所以为了众生出离世间，为了众生解脱生死，我们按照大乘佛教讲的修行持戒的方法，你听到了，那你一定要能如法受持啊！虽然你欲望又来了，虽然你不厌烦又来了，你要控制。如果你不想控制，慢慢魔就会靠近你，你就一辈子控制不了自己了啊！变成魔子魔孙了，变成烦恼的奴隶了。所以修行是一个降魔的过程啊！你一定要跟他超越他，而不要被魔控制。善男子、善女人的如等，今自言能如法受持的，你当先迎请三宝降法缘而正门，是请万灵。我们台湾神最多啊，来一心祈请大海龙王神、土地神、虚空神、护法神明加持法会啊！你不能说我是个佛教徒就不用医生，因为道教讲术，佛教讲心，了解吗？这个术就是世间的方法，像医生给我们开刀一样，他有这个道术，那大家配合配合，这样可以。那当然，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们学道的人也可以学到佛法，而不放弃他的道。啊，这样一步一步的，这些
那的庙啊，后面都盖佛祖殿啊，哎，慢慢慢慢，对不对？啊，就不会让大家。我师父也跟我说，千万不要改变道教，前面道教，后面三宝殿成功，然后这样啊，一定要如此。但是如果你去排斥朋友啊，我说师父最好前面圣母玛利亚，后面观音菩萨更成功啊，这个更难，这个成阶段太难了啊。但是在台湾做这个道不会被排斥啊，就像那妈祖庙啊，不要，都是佛祖殿十八罗汉，对不对？变成一个很好接引众生，前面求一求啊，神帮助你，后面呢佛加持你啊，用这个方法好。所以我们也要叫赐请万灵，连经典都跟我们说了呢啊。因为我发觉很多学佛的人看不起万灵，哎呦，那你很可怜，因为你没有保护，了解吗？他们要欢喜满足除障碍，所以龙神欢喜，雨神欢喜，对不对？大家欢喜。那难道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佛就要泥莲长河神帮助他，要监牢地神帮助他，对不对？要四大天王帮助他，要玉皇大帝上帝帮助他，佛陀也是如此啊。所以千万不要对立啊，因为虽然我们美其名叫大乘佛教，但是不能有对立啊。所以我每次经过教堂门口，我都会特别天主，我在那边合掌念老半天，回向感恩呢、啊，感谢神玛利亚上帝照顾这些信徒，因为信徒是我们的父母啊，对不对？感谢神照顾。有一次念老半天，那个神父就很快乐的邀请我进去，这样啊，因为我对他们的神尊敬，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尊敬这个神，神来护持佛法，对不对？连上帝都在护持了，感谢他。所以那神父也会喜欢你，那神父也会接受你的佛法啊。我们不是要让他放弃做和尚啊，对不对？而是神父用佛法再加上神的爱来爱护他的信徒，那不是很美满吗？啊，而不是一种对立。所以我想各位要经常要如此，不能有对立。你是男的，他是女的，因为对立天天吵架啊。你是先生，他是太太啊，女人很执着，天天对立啊。因为你要同理心，站在女人的立场，没有女人哪有小孩呢，对不对啊？没有女人，没有妈妈，哪有佛陀呢？但是女人有她的情绪上的问题啊，感情上的执着。那女人没有感情的执着，这个家里早就四分五裂稀寥寥，对不对啊？这个女人的这种执着才可以把小孩子带大。但是那你要站在她的立场，体贴的立场来转化对方就好了，而不是啊，不好了不好了，对不对？昨天我跟那个老医生在讲话，讲话太太不好了，念经就好，念完都没人了、哦、对啊。他就一直反对他，他就认为说有了，我太太有在念了，在念了没有用了啊。那因为你，我说这样好不好？下辈子换你做太太，他做你老公好了。哦，不要，不要，你就偏偏去做女人，啊，因为你有对立，你不懂得同理心，不懂得合为一体。佛教讲空，你女人，我也是女人；你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猫，我也是猫。同理心，所以我们才要放生，我们才要超度，因为猫也好，老鼠也好，鱼也好，堕胎胎也好，往生者也好，都跟我是一体的，我就是他。所以各位要开始有大乘的这种空性的融入的心态，所以来感恩护法诸神。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达摩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承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承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承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念诵一遍，其功德若有行，则尽虚空亦不能容。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